说到杭州，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可能是西湖和灵隐寺这两张城市名片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灵隐寺？在灵隐寺道济禅师殿里呢，有一尊很有个性的佛像，他一只手呢是拿着一把破扇子，济公的形象太深入人心了。他的随性活泼、幽默放松、善良豁达的性格让人是印象深刻。从一定意义上来说，灵隐寺虽然是千年古刹了，但是扬名天下。还是因为济公。济公一生积德行善，乐善好施，深知民间疾苦，深受百姓爱戴，背后是尊为济公活佛。他身为和尚，却喜欢饮酒吃肉，经常是破衣烂衫的，很随意，甚至有些疯癫的样子，很接地气。那么在历史上到底有没有济公这个人呢？其实历史上济公确实是真实存在的。他是南宋时期的一个高僧，俗家名字叫李修缘，浙江台州人。《晋祠祀志》就记载，济字胡隐，天胎李茂春子，母王氏梦吞日光而生，年十八就灵隐霞堂院落发。《灵隐寺志》也有类似的记述，说济癫禅师名道济，台州李氏子，粗餐霞堂院，知非凡器。然饮酒食肉，有若疯狂。这些记载都说明是真有其人。其实呢，济公还是一个将门之后，他家祖上世代为官，并且代代都为人很好，行善积德，就是我们传统所说的那种积善之家。而且李修缘的父亲李茂春为人特别厚道，他因为做官的时候对待下属太过宽厚，他和夫人王氏平时呢也非常乐善好施，所以在当地很有美名。大家都叫他李善人。李修缘从小生长在这样的一个信佛积善的家庭呢，肯定是深受熏陶和影响。他聪明好学，在医学和诗文方面都很有造诣，可是他却无心参加科举考试。他痴迷于研究佛学典籍，在佛学方面造诣很高。18岁的时候，李修缘的父母双双去世了，亲人的离世呢，让他开始有了那种斩断世俗尘念、皈依佛门的想法。在父母去世之后2年，他毅然地选择出家。最初在国清寺剃度，后来呢又到灵隐寺拜师。因为是大户人家的公子，文化艺术造诣和佛学造诣都比较高，所以呢济公一开始起点就很高。可是呢，他在当时一些人看来也是身上有些缺点的，一些比较随性的做法让人不理解不接受。比如他喜欢这个喝酒吃肉，可是呢他总是笑呵呵地说，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留。所以当时有人就看不惯他的这些行为行径了，说他言行出格，认为不是正常的人。有些僧人还跑去跟方丈告状，说道济违反禅门戒规，这样的人应该是责打出山门，怎么还继续留在寺里呢？听了这些告状呢，方丈慧远禅师微微笑了。他这么对众人说，说法律之设原为常人，岂可一概而失。他还在手座拿来的纸上批了这么几个字，说佛门广大，岂不容一癫僧。品味这段话也蛮有意思的。是啊，讲规矩本身是没有错的，可是有些人就是比较独特，他们看起来奇怪却不奇怪，看起来出格却不一定是出格。就比如济公并没有遵守清规戒律，可是在他看来呢，他虽然喝酒吃肉，却并没有背弃佛法，而是一心向善。总体而言，这些问题还是看一个人怎么看了。当时其实呢，我想那些人心里可能也是有些不服气的，可是很有威望的住持都这么说了，以后慢慢的大家也就不再总说济公了，开始接受他这个特别的存在。济公一生怡然飘逸，他喜欢云游四方，常常是衣衫不整，寝食不定。他深知普通人的疾苦，有时候碰到有的人家人生病了，没钱买药看病呢，他就帮人们采办药食，帮人家治病，而且总是药到病除。有时候碰到一些不平事，他就帮人打抱不平，帮助被欺负的那一方，反正就是总帮人解忧解难，广济民间疾苦，所以也深受百姓爱戴。济公还喜欢题字，他学富五车写的一首好文章
虽然出身高贵，可是他的身上从来没有一般纨绔子弟的陋习。他走到哪里，幽默风趣，总是自得其乐，也喜欢在所到之处提点诗句什么的，比如像“一身破烂行天下，除恶成奸辨是非”等等，就是他写的。通俗易懂，往往把内心的那种惩恶扬善的理想表达出来。济公还写过不少诗词，比如他写过四首西湖绝句，还有一首临终之前的诗记，也广为人知。当代大师南怀瑾先生就对他的这些作品相当赞赏，称赞他说，若以诗境而论诗格，他与宋代四大家的范成大、陆放翁相较并无逊色。把济公的作品和宋代四大家相比，还说毫不逊色，这也是很高的评价了，而且肯定也说明济公的作品是有过人之处的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品读济公在圆寂之前留下的一首临终记，叫辞世颂。辞世颂，颂世道记。六十年来狼藉，东壁打到西壁，如今收拾归来，依旧水连天壁。南宋嘉定二年，济公和尚圆寂了，他济世救民的形象却深深地留在了人们心中。济公这首绝笔看起来简单平淡，却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，可以说是他对自己一生修行的总结，也浓缩了一生所感所悟。他在诗里说，辛辛苦苦六十年，总算体验到了东壁打到西壁的境界了。那么什么是东壁打到西壁呢？其实这是一种境界的升华，那种求法者殷切的心情，寻寻觅觅，凄凄惶惶的求道心路，经过一生，终于感觉到由色界追寻到一种所谓的空界，大概是这样的感受。可是经过如此艰辛的追寻，他在生命的终点上看到什么了呢？到头来回头看看一生走过的路，才发现六十年来一片艰辛，一片狼藉，在开悟之前是水连天壁，在开悟之后也是水连天壁。如今收拾归来，依旧水连天壁，是济公对生命的感叹。水连天壁是多动人的生命境界啊，真是让人们欢喜赞叹。走过一生的岁月，走过漫长的修行之路，终于见山又是山了。从厌离色界，证悟空界，再回到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的圆融境界，济公花了六十年整整一生的时间，走了很远的路，绕了很大一圈，这中间有多少的感受，多少重新认识，此刻又重新看到自我，重新看到这个世界。这大圈心路并不是白走的，他在生命终点的深情感叹，让我们仿佛看到一位智者在即将告别人世之前，向这个世界的那种微微一笑，挥手告别。人生在世，兜兜转转，忙忙碌碌，有的人可能以为达到人生巅峰了，有的人可能以为看破这个世界了，到最后才发现人生其实更多的应该是平淡，赤条条的来，赤条条的走，什么也带不来，什么也带不去。无论怎样度过这生，到老了，看山依旧是山，看水依旧是水，和生命诞生的时候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。这一生不管是功名利禄还是离合悲欢，都成为了过眼云烟。生命的意义或许更多的在于体验而非争抢，因为那些身外之物是带不走的，只有留在心间的才是真正属于你的，也是真正所需要的。所以他说如今收拾归来，意思是放下所有的执着和纷扰，依旧水连天壁，回归本心和本性，这就是道气对内心更高境界的一种描述。无论外界如何变化和干扰，心若无尘，就能看到水天一色的清明和美好。其实有时候想想，济公这首诗可能也是把他作为一代名僧一生的经验传递给后来人，
那就是珍惜当下，不做遗憾的事。至于什么是非成败，不必过多的太放在心上，因为临了，只要不觉得虚度此生，也许就是最好的了。您说呢？也欢迎大家谈谈您读这首诗的感受，和大家一起来交流和分享。好了，今天关于济公的这首临终诗就和您聊到这儿了。我是宁夕，我们下期再见。